对，我准备一个小礼物给你，因为他们说你买可乐买到吐，所以说我送你可乐吧。那当下刚刚有说是雪没有打给你，那当下对跟你说什么？你觉得当下没有？我们在传讯息，传讯息，对。然后他传语音给我，很好笑。我想说你在哭什么？对，因为我那时候真的太不冷静，就是。就心里很多感觉，然后我后来晚上的时候，我再听一下我传出去的讯息，哇塞，我真的是起鸡皮疙瘩。我觉得你们应该觉得我是神经病吧？不会，很可爱。他就是在你当下得知的在干嘛，在做什么事？有看直播吗？我没有看直播，因为我们家猫咪辛巴尿尿在我的沙发垫上面，然后我就是正手忙脚乱的时候，我的先生老于先传简讯说他在厕所哭。然后我以为他工作被欺负了，我想说你这么大一个大男人哭什么哭？因为他那天一整天都在外面工作，然后后来他工作回来的时候，我们两个有坐在一个大长桌上面好好讨论了一下，他送给我八个字。坐在长桌上面。对，就是我们家的，你不是来过，就是一个大木桌。不是，坐在椅子上还是坐在桌子上？坐在椅子上面，长桌的那个椅子上面。太。开了吧，好了，继续。然后他就送我八个字，不以物喜，不以己悲。他说希望我可以就是在这段期间之内都保持的这样子平静的心情。非常好。对，其实我就是遵守着老公给我的这个八个字，因为我就那天晚上就有一点失眠，那我就仔细想说，其实，在入围之前，我就是真的很热爱演戏的一个演员，所以不管。有没有入围或是有没有得奖，我应该都是对表演有这么有热情的人，所以我应该就是会保持着这样子的一个心态面对所有的事情。然后有说彭凯导演给你的帮助很大，所以有回想到那时候拍的时候，他有给你什么严厉的指导或是什么让你想？你说拍朋友的，其实没有哎，我觉得他给我很大的空间去。做我想要做的事情，或是会让我会激发我一些不一样的感觉。那如果就是这个路不对，他就会修正，就说哎，我觉得刚刚那样，就是你可以稍微再修正一下下。所以我觉得他是个会给演员很大空间的导演，嗯。是不是演员就是其他还是都没有人一起入围，就是觉得稍微有点可惜。哦，这个是我很大的遗憾。哦，这个是我非常大的遗憾，不管是雪芙，不管是以豪，不管是其他谁谁谁，就是因为我们记得我们在拍的时候，有偷偷把这个东西放在我们的心里当成目标了。那当然，就是我说的，不是说一定要，哦，或者没有我们会怎么样？那可是就是在那个戏，其实我让他们的发挥远比。我所谓的导演语言或是什么镜头语言什么多得多，我把所有的焦点是放在演员的表演上，那个戏啊，那个戏就不能什么，所以我会平常想他入围我很开心，那遗憾大概有三秒钟啊，就啊好吧，就这样，那这个又不是我们能要就要得到的，这样是不是？就是你有入围就非常开心。对，有一个当代表蛮好的。真的，好，好，我会加油的。没有啦，没有啦，开玩笑。放心了，对啊，对啊。不过他们私底下都有叫我放轻松啦，所以就是倒是还好。金钟奖上面，金钟奖典礼上面会出现“我们不能是朋友”这几个字 ，OK 了。嗯，是不是？对不对 ？OK 的。有去跟老公一起？很像是有询问一下老公的意见，但是老公还在考虑中。对，当然要去啊，当然要陪你啊。但是老公可能需要健身一下或是什么。好，还要帮他借个最紧身的那种西装。一定要陪你太熟。哦，倒是不会不会，但是因为我们这几天有去试一些衣服，然后。他看到的时候，他第一个就是先拉，就是把那个扔到最硬，就说这个会不会太透啊，或什么的。所以他应该是比较担心太透，对，漏倒是还好，对，没有漏。他说觉得有漏出来是还好，他是怕太透，就是会看到一些你知道不该看的东西。透视，对。